老孙，这事儿是你干的吧？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，是老子一个人挑的头。还有我，老子也干了，老子也抢了嘞，老子也抢了，都给我带走！走走走走，没找一子，老子抢了这，走走走走。 凭啥抓人？你是干什么的？独立营营部文书。你知不知道妨碍公务的后果？抢棉衣给士兵们谕寒有啥错？难道你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士兵受冻挨饿的几大鬼子？你再影响公务，我连你一起抓！你还有良心吗？妹子，你别添乱了，回去。拦住他！放他们！放他们！妹子没事儿，我们去去就回。 堂堂一个高材生写个说明材料这么费劲啊！这不是又写了一份吗？你看看，你呀，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？把你舅舅这个暴跳如雷，到最后还不得是地头认错？哎，关键是我没错啊，没错你写什么检讨书？不是我不认错，他能放过我吗？就他那狗脾气。你舅舅向来是铁面无私、六亲不认的，本来我还以为他会极力袒护你呢。嗨，你也以为呢？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就这人。哎，看来你是吃准了你舅舅的脾气了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先回营部吧。等事情调查清楚了，本处长一定秉公办理。李营长，你可回来了。 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出大事儿了！大事！什么事儿？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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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
干什么？这事的确跟他们没关系。我是副营长，是我下的令，把他们给放了吧，一定是有证的。你倒是有种啊！不过你说了不算。来，把他关单间。走，孙老公。孙老公，哎哎，这啥意思啊？啊？哎，都拉出去！老大，孙老公。一群瓜皮！他们去了多少人？一个排。一个排。白大哥出发前要跟你商量一下，当时你在就好了。你说他们是不是猪啊？是不是猪？光天化日之下兴师动众，这不是往枪口上撞是什么？现在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会怎么处置他们？杀头怎么处置？杀头？你干什么去？能干什么去啊？捞人去。你去有什么办法？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那我也去。你去什么去啊？老老实实在这待着，这是命令。让开。哎。哎呀，这就奇了怪了。他们怎么那么快就晓得了？
依我说啊，肯定是有人出卖我们。当然有人出卖，但是底下的兄弟伙不可能，一个二个冷得瓜兮兮的都想串绵了，哪有可能去告？想来想去啊，只有可能一个人。八哥，林娃子。啊？说话也不过过脑子，他当时就不在场，根本就不知情。山先生说的对。这明袜子啊是瓜皮了点，但不至于害我们这帮兄弟啊！人心隔肚皮，你晓得他里头是红的还是黑的啊？哎呀，嘴上两层皮，说话不费力。明袜子真的要是我们还能等到现在啊，我们都是从阎王手里夺回来的命，你不要昧着良心说话。是，老子昧着良心，我有啥办法呢？我也不相信啊。我。问题是老大怎么办？啊！少奇公，老大绝对不可能出卖明娃子。问题就在这噻，到时候老大肯定是大包大揽，啥子钱都能弄到自己身上。抢的是军需库，那是要靠砂锅的哟。你们就忍心看着老大去死？啊！反正我们弟兄们这条命啊。都老大给的，要杀要剐随便。哎呀，没那么严重，大不了我们就去陪炮王陪酒鬼作伴。不要怕，法不责众，他们能把咱咋样？怕怕怕，说你剐你就剐人家的婆娘一百吗？这啥叫法不责众啊？那老大是副营长啊，他不调兵哪个调得动？你调得动兵不啊？老孟，李孟，你调动过？屁话。所以呢，想来想去啊，哼，还是只有推到明娃子身上。绝对不行！你这是把他往死路上推。那个可能嘛？哎，他舅舅那是参谋长，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？这个少奇公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呢，还是有些冒险。万一他舅舅不救他，不保他呢，咋办呢？就说噻。哎呀，反正现在呢，就两条路，要么呢是保明娃子，要么就保老大，你们各自看着办。愁死人了，老孟，表个泰山，两个都跑，说的屁话。李孟，啊，老大对你恁个好，说话。沙皮，你逼我噻，那没得办法。我保，我保老大，那就能够定了。不行，老子不同意。孙哥是你们老大，不是我老大。那我就没得办法了，随便你们想抓子就抓。哎呀呀，算算算算，不要争来争去，对不对？还总得想个办法出。少奇公，你主意动，你赶快说，你想个办法出来。我有个求的办法，这个东西关生死的嘛，总不可能抓阄噻。哎，抓阄对啊，抓阄，抓阄。就抓阄，抓阄，那就抓阄。写一个生一个死，抓着生的就活了，抓着死的就去顶包，对不对？公平噻。老柴，你呢，就替明娃子抓，我替老大抓，要得不？说话噻。行，那我去写。哎，等等，咋是你去写的？那你写，你们哪个能写？老王，都瞧没得文化呀！我去。哎，那个兄弟，麻烦你给我拿张纸，拿杆笔嘛。
气啊。那个是明娃子的命哦，想好。胡说！你在耍我呢！你要不相信，你自己去问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过来，过来，你给看看，这是啥字儿？死字。你再看看，确实，这确实是死字。人类命天注定，你命苦，哼，明娃子也跟着你命苦。没得办法，只有让他顶包了。听着，我点到谁，谁出来，坦白交代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啊，张虎，长官，要不先审我，审哪个不是审呢？啊，带他走，走，给我出去，走，快点，快点。穿军备，都是云长下的命令。我们作为部下，也不敢抗他的命。这么说来，李德明是主谋了。反正这种事情，除了主官，哪个调得动一个排的兵嘛？果真如此，长官，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把他喊过来，三台对面，我们当场对质。把他押下去，传下一个。走。总司令，总司令回来了。哎，这次到八路军总部去拜访，真是大有收获。人家那个战术战法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，所以我想啊。我们是不是分批组织营以上的军官到他们那里去参观学习？这是好事儿啊！啊，总司令，二战区司令部连发了3封急电。这帮狗娘养的，又在无事生非！相信川军里边哪个吃了豹子胆的，敢在老子的眼皮底下去盗抢他的军需工？我们川军的弟兄是有骨气的，
宁可冻死饿死，也不会去做贼娃子。自打我们到了山西之后，二战区一直对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还频频向军委会告我们的黑状，还把太原失守的责任生往我们身上去推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司令，这会儿确有此事，人赃俱在。真有此事，人呢？已经缉拿归案，正在连夜审讯呢。二战区责令我们要从重从快，立即处决盗抢事件的主谋，并且将处决的过程照向存档，如实上报。害群之马，杀无赦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是我下令强制军需库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要杀要剐随便，跟旁人没关系。老孙，你就不要再袒护李德明了，没用的。你的部下已经坦白了，是李德明下的命令。鬼儿们的，乱扣屎盆子！你不能听信他们的。快点儿，进去。张红，该你了吧？老实交代，这次盗抢军需库是不是李德明指示的？说。不老实交代，可是要吃苦头的。走！来人，棍棒伺候。总司令，请训示。审的怎么样了？查出哪个是主谋了吗？报告总司令，已经查清楚了。除了这个老顽固拒不交代以外，其他的都已招供。这次盗抢晋绥军军需库的主谋是独立营警长李德明。李德明。不过副营长孙和已经把责任都揽到他的头上，是李德明主使的。怎么又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李德明率属下军官，于今天中午在县城酒楼酗酒滋事，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，被县府告到了部队，此事正在调查之中。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站住！干嘛呀？这里是接料重地，没有军法处的命令，不得入内。老子要见总司令。那也不行，一边等着。少他妈跟老子废话！滚开！私闯监牢，我可以毙了你！你他妈跟谁说话呢？我去你妈的！马上抓捕归案！是！别拽着我！放开我！别拉着我！总司令，这件事儿跟他们没有关系，是我一个人干的，有什么就冲我来吧！你不要瞎说，当时你根本就不在场。
我怎么就不在场？长官，他不是主谋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问问他带了多少兵去抢了军府。你压根就不知情。我怎么就不知情呢？啊，你们几个军官，一个排的兵力，一个排的兵力啊！你想想，除了我，谁能调得动？别听他的，这件事跟他没关系。没错，是一个排。你想袒护他？不是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是我们自己决定干的，跟他没关系。押下去。长官，不要相信他，他在撒谎。走，你的命，你个狗日的，你疯了你，疯了你！李德明啊，你曾向我夸下海口，要做川军中最优秀的营长。你如此败坏川军的荣誉，你可真是优秀的很啊！我知道我辜负了您的栽培，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，可这件事儿啊，真不是他们干的，跟他们没有关系，是我一个人干的。你的属下，我会从轻发落他们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这个主谋将接受什么样的军法处置吗？知道，知道就好。关于彭的案子审得怎么样了？报告总司令，已经查清楚了。松山战役，关于彭整营溃逃失踪，作为营长，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据查，他伪造上峰电令，擅自撤离阵地，致使兄弟部队腹背受敌，伤亡惨重。先把李德明押下去，明天上午和关于彭一起押赴刑场。执行枪决。是。哎，林副参谋长，你还有啥子意见吗？总司令，都是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。好，押下去。是。不是不是，等我！你还有啥子话要说吗？你别枪毙我呀！你让我在上疆场，我戴罪立功吗？不必了，别不必了呀！押去，押去！不是，别不必了呀！哎，有必要。谁让你们给明麻子栽赃的？谁？谁的主意？谁的主意？谁的主意？谁说的？你是谁的主意？是谁说的？除了你，没别人。你，我是你爸爸，老大要把明麻子出来，及时的。我是你，老大，你真是你。明麻子就不是弟兄吗？明麻子咋办？孙老公，你是老大，明麻子也是兄弟，你们之间，我们只能选你。对的。屁话！你这是打我的老脸！哎呀，老大，明麻子的舅舅那么大屁官，他会有什么吗？对头啊，他肯定要把他捞出来了。就是。真的，你们知道吧？明娃子为了救咱们，已经顶了所有的罪。舍命救咱们，你们丧良心、合起伙来把他往死路上推，
你们还是四川人的老乡。都是你惹的祸。明娃子要是个好的，老爹你要扒你的皮。奉总司令之命，你们几个宽大处理，立刻释放。长官，不是你的命下的令，真的是我下令干的。求你们马上把他给放了，要杀要剐，我一个人承担。真的，你不信问他们，他们刚才说的都是谎话。你们都说话，怎么都哑巴了？你还指望他们几个翻跟头袒护李德明？完了，他已经自首了。你们几个以后再敢胡作非为，一定严惩不贷。滚吧，长官！李德明是在撒谎。怎么，想在这里待一辈子吗？求你，看在我凌修然，不，看在我小林子跟随您多年的情面上，您就饶他一命吧。你吞吞吐吐半天，不就是想替你外甥求情吗？我，哎呀，免开尊口。总司令，你不知道，他不是我的外甥。他不是你外甥，你干嘛还死乞白赖的求我呢？我是说，他。他是我儿子。什么？他是你儿子？你他真是我儿子？我感觉，你说你一个老官夫，什么时候又冒出个儿子来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是埋藏我心里多年的谜。要不是我祈求总司令枪下留人，我是绝对不会开这个口的。我跟明娃子他妈是远房表兄妹，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暗中相恋。可是明娃子的外公嫌贫爱富，硬是将我们这一对有情人给活活的拆散。明娃子的妈嫁给了有钱大户，做了三姨太。从此我便离家出走，加入了参军。这一别就是十五年，十五年之中，彼此杳无音信。后来我回到了老家，
见到了明娃子他妈。明娃子他妈告诉我，原来明娃子竟然是我的亲骨肉，这是真的。总司令，我跟随您这么多年，我的性格你是最了解的，我绝对，我这一辈子绝对不说半句假话的。我知道明娃子违反军纪，理应该军法处置。可是你要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执行枪决，我这心里我实在是割舍不下这份骨肉亲情。军法无情，对谁都不能网开一面。恕我不能给你这个情面，你可以走了。你出去。是。这断头菜你吃不下，那就多喝点酒吧。事到如今，舅舅也不骂你了，真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这敢死队出生入死那么艰难，你都熬过来，这就是刚当了营长，怎么就……伤不了心，我说着说着想揍你一顿。你说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啊！我出船前我找王瞎子算过的，他说我不会挨枪子儿啊，说我可以活到100岁，这叫什么事吗？现在就挂了。再说了，那王八蛋我可是救了他的命呢，我满打满算以为他怎么也得给我这个面子吧，得念这个情分吧，嘿，把我毙了。这老王八蛋，这就是你居功自傲、施恩骄狂的下场，知道吗？你救驾有功，他可以给你连升3级；你要触犯了军法，他照样赏你子弹吃。
明白了吧？这是军营，不是江湖，你可以无法无天，胡作非为。关于酒楼醉酒打人的事件，你的检讨我看了，写得很好，认识也很深刻。可这屁股还没擦干净，怎么又扯出这一趟来？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，你的脖子上扛着是猪脑袋呀你！你虽然没有死在战场上，但是毕竟你也用自己的命给弟兄们换来了几套棉衣，弟兄们会念你的好的，传出去也不丢人。你说这么多干嘛呀？行了，你听我说，记着，待会上刑场的时候给老子有点骨气，别他娘的哆哆嗦嗦的给我丢人装孙子。不是，你这舅舅怎么当的？你真忍心看着我上刑场啊？你就不会念着这么多年交情，你去求求他呀，跟他说两句好话又怎么着了？你以为舅舅真的这么铁石心肠吗？我差点就给他跪下了。可是不行啊，明娃子，一将功成万骨朽啊。当年他也差点把孙和给崩了，说起来他还是孙和的同乡，一块入伍，一个炕头上滚了多少年的，真是绝情啊。我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你小子都到了鬼门关的门槛上了，还那么大的好奇心呢？都得挂了，再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。哎，舅舅，跟我说说怎么回事？好吧，我就满足你这个好奇心。都说孙和无家无业，其实孙和年轻的时候娶过老婆，老婆美貌如仙，是方圆几十里的一枝花。一次，孙和回乡探亲，在村口撞见老婆和一个男子调情，于是这个王八蛋的醋性大发，掏出盒子炮，一枪他把老哥干掉。他的娘家人不饶，告到了部队。当时的团长就是现在的总司令，他执意要枪毙孙和，还是我跑到团长的上司那里悄悄的求情，孙和才保了一条命。嘿，这老孙，他还有这一出呢？新鲜，头一次听说。嗯，我说实在的，这突然要跟他们几个瓜皮就这么分开了，心里还真是不是个滋味儿。哎呀，这几个瓜皮各有各的毛病，但是真肝胆呐。喜欢你吧，就特别喜欢；要是不喜欢呢，他可以打断你的骨头，扒了你的皮。哎。反正是就这么着了，托你个事儿呗。我走了以后，我留下那些东西啊，分给他们。我这儿有一个清单，就照着这个上面分啊。然后给家里写了几封信，也带给他们。
没写，写了也没用。我出山以前，他就已经不在成都日报干了，辞职了，去别的地方做事了吧。也没跟你说一声。事到如今，我就不瞒着你了，他是共党。 在胸膛，把什么死亡在歌唱？